电也充满了。现在去野牦牛场里面，有几个小问题，把它解决了就出发了，往西藏方向，马上出这个小区的大门。再来一下，哎呀！OK， 开门了。相公，我又来了。我弄不了，他们给我走了，他们也给你搞不了。两个小问题，一个卡片。从车间里面出来了，该弄的都弄好了，现在去找一下技工技总。准备就要出发了，好帅的话他也在这边待两天，因为他的车子还没弄好，他还要去其他的办什么事，如果以后能够在路上相遇，再相聚吧。我拍两个，拍个视频啊。这里电池也装好了，这个电源开关开了，我先来试一下车，没问题了就出发了。试一下啊，开起来了啊，有电是吧，转了转 OK， 只要顺序对它是会有电。好好好，刚才试了一下有电，去哪里直播啊？啊？哪里啊？哦。走了啊！拜拜！出发了，朋友们，往西藏方向，进入相城区区中心，这边在修这个人行天架桥。我感觉这个电池我刚才把后面关了骑起来更轻松。看到那边有卖快餐还是啥，快餐吗？路边点了一个快餐，12块一瓶水加3盒饭。哇，我的这个怎么吹翻了，想着是不会吹翻了，怎么会吹翻了？天哪，这有点不好搞哎，放在后面还掉东西啊。等一下出了城区就好了，在这个市区里面车辆还是蛮多的。这里遇到一个农贸菜市场，可以买菜吗？可以买菜，你这上面没有违禁什么呀，有钢制品那个液化气瓶吗？没有液化气，我是烧柴火炉。柴火的有没火吗？啊，没火不能进。我又不烧柴火，就买菜，买菜出去做饭。啊，买个菜没事。我又不是这里做饭。啊，好，买菜欢迎光临啊。啊，欢迎光临。就是不能违禁的东西带。没有没有，这里没有。哦，对，你还有个大狗狗。那狗不违禁吗？宠物禁止入内，但是你框起来也行，你快点买菜就。对对对对，好吧，好好好，哎，好，谢谢啊，好，谢，我也谢谢你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哎呀，我买点菜，朋友们。不买多了吧？15块。茄子、土豆、辣椒、2个蒜头，起步件。然后菜买好了，菜买好了，从这边转一圈，看一下这边的环境，挺好挺好。从这里转出去吧，
让我右转。我才不。是啊。这是旅游的。可以。这样每个地方看看每个地方。谢谢谢谢谢谢大美女啊。一路顺风。好嘞。骑了两个半小时，现在是中午的12:30。我来把快餐吃了吧，估计快餐都冷了。我和铁锹俩分着吃。开快餐，再把这个分好，分好再把铁锹放出来。车技好的，没事。远不远？不远，不远，走。你骑我车子走，没事。骑慢点哦，骑慢点。好骑吧？好不好骑？你也出名了，我跟你说。到了、啊，哇！哎呀，OK， 这个轮子是偏啊偏。黄山菜馆是你家？啊？刚才这位兄弟，黄山菜饭，哎。这个饭店是叫黄山菜饭，你应该叫黄山饭店嘛？啊，黄山这饭店嘛，你、菜饭。这个车子刚刚咨询了一下，没有问题，多少有那么一点点偏差，有个两毫米偏差范围之内。刚才这么搞也就是两毫米左右。嗯，两毫米，问题不大。非常感谢这位兄弟哈，你贵姓啊？姓高。姓高。嗯。高。非常感谢你啊，他在这里开了黄山菜店菜饭。您帮我骑一下，你就往前面骑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兄弟们，兄弟姐妹们，可以了，不晃了，不晃了，不晃了，可以了。可能气压太足了，气压太足了。气压太足太鼓了，然后它就偏，是吧？现在好了，现在好了，现在基本上看不到，可以，非常感谢，没事，谢谢，有机会路上出来了找我玩，行，好，感谢，那我吃个饭，要不吃个饭，我没事玩一会儿，我就走了，没，下雨就下起来了，下雨，我玩一会儿，现在几点钟？现在你放着你又没什么事啊。哇，4点钟，我也出发了，往那边。往那边。玩一会儿，歇一会儿。谢谢。以后有机会有缘分路上见。行。好嘞，感谢。OK。朋友们，现在好了，吓死我了。原来是气压太足的原因导致轮子两边偏，没有大问题，也没有调任何东西，就是把气放了重新再加气就好了。
下雨了，朋友们，这个路边开满了这个金丝梅花，开得好茂盛啊。我刚开始第一眼看到还以为是金银花，这个花开起来好香，路边上一颗颗这个花瓣还没开，明天就开始就绽放了，那种花朵出来了。继续出发了，现在是下午的4:30了。苏州大学未来校门，哇，这边搞得好霸气啊！东吴大学，本来想找一个好一点的露营地做饭吃的，结果搞不成了。哎，好像路边有卖快餐的，我想吃个快餐。天马上快黑了，现在已经是6:50了。吃个快餐，吃个快餐。有快餐吃吗？有快餐吃没有？啊？快餐吃有没有？有没有吃？有蒜炒的菜，有米饭。啊？帮我看一下。天黑了，我把小黄车停在旁边，路边有一个快餐卖快餐的，在这里炒一个快餐吃一下。哎呀，朋友们，肚子饿瘪了，刚才忘记拍了，吃的差不多了，吃一半了。哎呀，今天烧了一个鱼，烧了个鱼，我会留一半给铁锹。我吃好了，这是铁锹的，铁锹吃的比我还多。团圈分量少了一点，加了一点饭，这个刺给它挑出去。哎，给你。吃好饭了，把铁锹放进去了，现在去找一个露营地。充电是不用充了，我这个都是满电，找个有水的地方。哎呀，天都黑完了，8:30了。朋友们，今天第一天出发，时间搞晚了。哎，这个地下是啥呀？啊，我以为是辣条。完蛋了，我这里要过这个一个桥，这一个桥有这个栏杆，这边是可以过得去。到那一边去，我不知道出不出得去。我等一下问一个人，在这里等一下。我又重新找了一条路，不从这里走，怕过不去就麻烦了。哎呀，我找到一个位置，但是呢，被别人给占了。他们不充电也占了一个位置，这边可以吧？这边我可以 ，OK， 这个是好的吧？这个是好的，我可以充，没有问题。我放到这里来，可以拉到这里来。本来是不打算充电的，但是看到附近有充电桩，我就把电给它充上了。今天晚上在这个小区门口充。这里是一个这个。小伙子卖给我的150块钱。今天出发第一个晚上，这是一套
整整齐齐的一趟。他是一名修摩托车的帅哥，然后在他手上买的。因为我说我出行不方便，我说你这个能不能卖给我，他说卖给你啊，他说行啊，就卖给我了。他自己要重新去买一套新的话要好几百，最少200多，这个我买过来150块钱，挺好的。然后主要就是我用不了这么多，我只需要一个这个，一个21号的和一个19号的，一个19号和一个21号就够了。然后这些就不需要了，到时候把这些寄回去吧，寄回去太重了。哎呀，这是我的一个头盔，虽然没有带，但是一定要准备着。这个小桌台挺好的，然后我买的那个防撞贴还没到。看一下我的那个外面的电充满了没有，先看一下。刚才是充满了一个，我拔掉了，然后这个都还没满。这两天过节，朋友们，端午节过后，我打算两个月给到西藏。现在从下面走，从我看一下地图，本来是往北方走的，我计划不往北方走了。现在因为小房车有了动力，爬山啊啥的都不怕了，我就打算往，我看一下啊，往长沙、贵阳，往长沙、贵阳、云南，往长沙、贵阳、四川省，然后进入西藏自治区。哎呀，我打算从下面走，往地图的肚子下面，湖南省、贵州省、四川省，然后进入西藏。就这么走，就不往北方走了，从这边走，不然就来不及了，两个月赶到。